1980年，距今约30万年的河县猿人头盖骨在这里被发掘，说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，说明这里生态宜居。画一样的家乡，让我每天清晨一推开窗就能看得见山，望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。重新踏上家乡的土地，这里都是我浓浓的乡愁记忆。家乡的美丽刺激着游子对家的渴望，在外多年的我回到家乡也可以正足腰包。得益于乡村振兴，使我在旅游发展中得到收益，成功脱贫。青山绿水，粉墙黛瓦，在这里我可以感受自然，放松自我。几年的发展绘就出美丽的自然画卷，这里变化的不仅是生态环境和群众的腰包，更重要的是民风变好，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。